队长。让我去，我去。台东县民防总队义警大队民防大队第六届运动大会及104年度长训教阅，31号上午在新生国中大操场举行，进行开幕式。同时也是我们班班的议员所带领的义警人员进场。那又之前在10月15号左右哈，到10月31号，大概15天的时间，就整个筹备啊，这个整个运动会的一个时程哈。那县长哈跟议长都大力支持第六届的这个运动会哈，结合了我们每年的这个长训啊。也是我们义警的弟兄姐妹们，还有民防的弟兄们，大家可以像一个大家庭一起在这边联谊的好机会。所以当我们吴大队长告诉我们今年又两年一度时间又到了的时候啊，我说你这个讲的有点晚啊。那么其实年度到了终了的时候，预算是很困难的，不过我们还是想尽办法啊，要能够让支持这个活动啊。弟兄们，大家平常都在各个地方协助警察局，协助台东县大小事情，只有在今天属于大家的日子，弟兄们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，齐聚在一起，凝聚我们的感情。所以哦，不要老是哦都在台东市办，有时候拉到政府，咱来我带大家来去看咱的鹿野高台，把中央的热气聚的所在，来去弟兄，咱的主席嘛是咱的慈善分队长，伊啊往波浪大道、新城武术，咱带全做伙来，好唔好？随后由台东女义警演练交通指挥，以及成功、关山、台东、大武四个中队分别演练警棍术等常年训练项目。义警大队长吴景怀颁赠感谢状给县长黄建廷，表达对于义警弟兄的照顾与关心，同时也颁发感谢状给四个义警中队长。其中特别颁赠给在义警中队服务达24年的干事吴茂雄。在主办单位的邀请下，由义警大队长吴景怀与担任民防总队长的县长黄建廷带领现场来宾，一同慢跑操场一圈，为当天的运动会暖场揭开序幕。东台新闻张家维，台中市报道。有奖了，1、2、3。